花莲少见的独轮车运动，现在开始呢，每个星期三都会在吉安浩克艺术村来进行体验教学。除了介绍独轮车特色之外呢，也展演幼儿独轮车骑乘，还有互动游戏。有兴趣的民众呢，可以踊跃参与。花莲少见的独轮车运动，现在每个星期三晚上都可以在吉安浩克艺术村来参加体验教学，由专业教练介绍独轮车特色，也展演幼儿独轮车骑乘，还有互动游戏。大家来骑独轮车，快乐吉安，缤纷吉安。我们暑假一起来，快乐一起来。每个礼拜三的晚上，我们的金教练就在我们的浩克艺术村的广场，陪着我们的小朋友，陪着我们愿意来学习的每一个人来学骑独轮车哦。如果还不知道什么是独轮车的，欢迎大家星期三晚上来看我们学习，也来分享我们快乐乐活在吉安不一样的运动能量，就在吉安，大家来看看独轮车。教练表示，学习独轮车除了可以训练平衡及增加身体的协调性之外，还可以借由学习过程培养学童专注力及毅力，更可以让大人孩子借由独轮车运动提高成就感、荣誉心，还培养自信心，是一个兼具身心健康的良好运动，可以让成人极具充实感以及成就感来迎接生活挑战，也可以让孩子在未来衔接任何运动的时候有不怕困难的心。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到8点半在吉安浩克艺术村，欢迎乡亲可以一起来体验。谢瑞慧吉安乡报道。